蒲公英希望基金会和 VESO 在新的一年开始有个美好的赞助合作。 VESO 萧爷爷来到蒲公英参与品格课程其中的一个据点三峡复兴堂的课后辅导班，陪伴孩子们一起玩游戏，分享企业创办人的国外求学故事，鼓励着孩子努力学习，懂得感恩、助人、有爱心，以得着生命的祝福。VESO长期实施买包送包计划，每卖出一件产品，就会送出一个背包给需要的孩童。此次客服班的每个孩子们，在今年也都收到了一个很棒的新年礼物。原来 VESO 品牌在设立时，则赋予了特别的意义，鼓励孩童就学。